N不二说你是大理寺的人，想要破妖猫案便来找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关于妖猫案，你们怎么看？现在整个大理寺的锅都背在我们几个人身上，没有时间在这跟你玩问答游戏。事关紧要的案子摆在眼前，还有颜面发脾气。阁下要我们来此，便有深意，还望明示。你们现在唯一需要做是证明这个案子和妖怪没有关系，就可以获得周学的余地。只要你们破解了手，其余自己。这个神秘人是前辈在指点迷津，不就是个障眼法吗？ 我也给他变个妖猫出来。恭喜李少卿，臣戒指。